在家用电饭煲就能做出这种鲜嫩多汁的水灵灵哒哒咔嗒嗒的电饭煲豉油鸡。准备一只调皮又爱举报我视频的男神鸡，然后全身扎个1000孔，直至每一寸角落都不要放过。看到英雄逃兵几百块给钱给，随后给他麻整齐。啊，看见没有？就是这一块哦。咻，准备葱白大蒜，用手把汁捏出来。当然，有这种机器淘的话，那是最好的。随后倒入盘里，适量的白砂糖，适量的生抽、老抽来点上色，加入味精提鲜，甩一点蚝油进去，胡椒粉去腥。这个是豆豉汁，加这个能起到鲜甜的作用，加一点放了15年的白酒，你看看拉丝的拉丝的，你看拉丝的。随后搅拌均匀，再加一丢丢排骨粉，再搅拌均匀，再淋入鸡身中。电饭煲下的花生油，放入洋葱，放入葱条，再把鸡放入。注意看哦，鸡腿是被我绑住的，这样才能完美的定型。再倒入剩余的汤汁，上盖直接按开始。正常的电饭煲都是30分钟，你们可以完全信任自己的电饭煲。如果做失败就攻上，30分钟过后开盖。嗯，不错，学会了吧？嗯。